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小厨娘，我是飘飘。
钟了，金黄酥脆，特别美味。今天这道传统美食我们就做好了，您学会了吗？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就一定要关注我哟。这里是飘飘小厨娘，我是飘飘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